说实话呢，现在台北市精华地段的房子哦，那个房价真的高到很吓人。所以呢，如果要在精华地段买房子，很多人呢入手的第一个房子，它的坪数大概会在10坪左右。可是我们也不能因为空间小就省却掉一些生活机能不做，你不可能不洗澡啊，所以一定要浴室的空间。偶尔下厨呢，煮点轻食，所以厨房的空间也不能少。今天在幸福二三事当中，我们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小坪数的空间该怎么样规划，才能够满足所有的生活机能哦。哎哈喽伟杰。哈喽。哎，这边好精致的白色法式空间，但是很好奇问一下坪数多大？7坪。加阁楼了吗？加阁楼是8坪半。8坪半左右，哇，这样的小空间，可是做起白色法式的感觉真的还不错哎。不过我知道屋主他家的坪数不大，但他什么都要。需求不少。一开始屋主跟我谈的需求有，希望有很大的收纳的量，然后一定要有很大的浴室空间。浴室空间呢，是基本的需求嘛。但是屋主他有希望一个要求，是说，我希望可以泡澡。那一般小套房空间来讲，都是一个 shower 带过，很少又容纳一个泡澡浴缸，而且是尺寸不小的泡澡浴缸。再就是说，它的便餐区也一定要有，展示区也一定要有。那再就希望它的更衣功能要有一定的数量。对，那最主要是合适房哦，要添购在我们的小套房的空间里面。比较少见，所以原上这个也有包括在内。但是我很讶异的是，我很少看到小套房会有水晶灯，而且还给它2盏大盏哎。对，这也是他要的。原上他原本只有说大概能够摆的话，希望要有。但是我除了帮他配完之后，我是觉得2盏应该可以让他更加分。可是这么多的要求状况下，今天只有7坪哦。对。所以你怎么帮他做一些空间的利用？所以最关键点应该是在楼梯的利用。原本现况它是一个直通楼梯，那原本又窄又陡，那后来因为屋主他的需求不少，那我希望说能够完全把它符合在他的这个屋所里面，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点应该是楼梯的设置。所以我楼梯分成3个面向，第一个是我们从入口进来的地方。我就符合他第一个要求，他要展示柜，放了展示品。那再来就是说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屋主希望有一个很漂亮的水晶吊灯。那我是觉得这空间利用穿透感，除了帮他达到之外啦，我希望能够再给他多一盏，所以总共放2盏水晶吊灯。那原上尺寸呢，我希望能比照一般的大坪数住家来比照办理。好，当另一个面向转过来之后，楼梯的另外面向就会面对他的厨房空间，就可以给他放一个不小的冰箱，中型的冰箱，对，大部分放小型的，我把它放一个大型的，然后再到楼梯的另外一个面向，就是它的所谓的轻食区，可以用餐的地方，同时还可以容纳它的一些收纳电器设备的地方。所以照原始状况的那只楼梯直上直下其实也危险。对，照你这样子稍微改一个楼梯的形式之后，它其实就创造出3个面向，也让空间很清楚的区隔了。对，玄关，对，厨房。对，客厅。对 ，OK。其实今天看到这个空间7坪当中，屋主要的强大收纳，包含梯下空间的收纳啦，上面还有一个不算小的更衣室。是啊。那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合适，下面打开上掀就有8大格，再加上4个抽屉，以7坪来讲，它的收纳算非常强哎。非常多，非常多。这就当然就是屋主一开始的需求嘛。那如何融入在他喜欢的法式风格里面？所以我就利用线板。在它的门片的框架上带一些比较曲线的线条，流度体比较大一点，那它就会比较柔性哦，那就可以带出法式风格的印象。那因为本身的开口的高度不够，所以我是如何再延伸呢？当然就要透过一些玻璃镜面的效果。所以下方这个地方是延伸的哦。对。那再来就是说，因为它比较靠窗，所以它的闷热感会比较重一点，所以我在整个门片开启的上方，我还开了一个透气的位置，让它空间流动会比较好。OK， 所以虚虚实实，这边有的是穿透，有的是镜面，但远看它的效果是一样的。对。今天这个空间当中呢，观众朋友对你的印象哦，一直以来很深刻的是你是一个男生，可是你可以做白色法式浪漫的风格做到这么的到位。那今天这个房间，特别是这个7坪的房子，它白色的风格法式浪漫的精髓，特别是客厅，你放在哪里？比如说我假如说我们看它的
客厅挑高的地方，它的线板，我线板绝对不会走直角，原来我一定要带一些曲度，那曲度变换性，假如说越多越繁复，那表示这个地方它的灵活度会越大 ，OK， 所以它的造型感就会比较特别。最后我一直很好奇有个问题想问你，就是在七坪的空间当中，壁炉法式 OK， 我可以接受，是，但你有什么比例跟尺寸，还是维持原来一般的那种尺寸？因为基本功能需要还是要有嘛，比如说我要有电器柜的功能，我要放一台电视机，所以原来比例就算缩到最小，可能还是要符合基本功能上的需要，那在可是问题是你空间不大，你摆那么大，那这样适合吗？所以呢，我就利用它的客厅的空间感，比如说它的展示柜呢，我不要做到满，我做小一点，让它变为主体，其他的变衬托，你每一个环节相扣起来，它就变成不会显得那么的大。对 ，OK。包括在水晶灯的部分，伟杰也很善用挑高，所以你的尺寸也没有因为它是七坪而缩小。是，原本屋主是希望能够有一盏水晶吊灯，那我觉得我挑空间主要就是要增加它的穿透性，所以我在玄关区摆一盏大概中型的一个吊灯，那在客厅区摆一个大型的吊灯，就有一个主妇之分，所以原上这空间的连结性会有一个层次感，空间感会更大，所以我觉得水晶灯也发挥到它最大的效益啊，每个角度基本上我都可以看得到它了。对。好，今天呢，观众朋友在我们幸福二三十当中，应该可以了解到，其实小坪数呢，不用去委屈或牺牲生活的机能，对，还是可以照样做设计。是 ，OK， 非常谢谢我们这个白色法式的达人徐伟杰设计师喽，谢谢。